这花是快要开到头了哦。真的呗，这下放就完了。我妈种的花品种可多了，个个都鲜艳好看。今天就没试浪好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因为我妹子好歹上面开的旺时就老旺了开，现在都这样了。已经记不清我们是第几次来掰苞米了，这片地的苞米都掰得差不多了，还剩一些没太长成，就再等等，这里边都已经空不少了。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掰这一片，前两天掰过一次，没掰多些，现在差不多都成了，今天看看能掰多些就掰多些，体力活。咱爸刚才说了改套路，不赶下来出去掰了，直接拿着编织袋在这里掰。他们有的人也那么告诉的，说比如说长二棒那种还能再长长。我爸已经登场了，穿点长袖啊、哦、嗯，拉的呀，这个胡子干不大劲儿的行、啊、对别扒开呀，我瞅一眼行。这样的行，嗯，就这样的呗。你收了没？这帮也不错，这都让小鸟给霍霍了，这个刀的，这样的我们就先不掰了，放在上面，到时候上山再来糊一顿。这么快满袋子了？没满，满个拿不满。来，你咋上我这份沟呢？哎，你刚才掰掰，你还上我这沟去了呢。金箍穿长袖，我也加入他们的队伍。这种须子还有点湿的，棒也比较小，让它再长长，就不先掰。掰这种须子干了，棒还大。这顶上有两棒的，这棒就不掰，掰这棒。我们掰过的地方，我爸往下嘎杆儿。我妈这一袋一袋往上扛呢，俺俩完犊子，只能这么抬。满头都是汗，浑身燥的老埋汰了，还有几袋就扛完了，撞我爸车上一部分，还剩这些，一会儿我妹夫来直接全拉下去歇歇吧。趁这功夫我爸再把那个苞米杆往下嘎嘎，这汗都淌溜了。救援来了，俺们刚扛完你到地儿了。明知道我要来为什么还要扛啊？我这衣服报废了。你好好说话。你的衣服报废了，还有裤子还有帽子。这顶都是那小飞虫子，这苞米上的虫子都进眼睛里了。我刚才都吸嘴里了。是吗？我刚才进眼睛里了。我妈这又收点生菜。妈，看你二女婿穿谁衣服呢？我的，穿正好的。这些苞米得亏小李子上来了，要不然我爸还拉不出去呢。这里边我们掰了有一半吧，过两天再把那半收了，也就完事了。晚上6:40，东西都装车了，我们也要准备下山了，又是累完犊子的一天。